正位埋位啦喂！嗱，我怀疑咧，我跟住讲呢个咧，阿班哥可能系你啲徒弟嚟啊，唔系啩？系啊，香港有一间新嘅五星级酒店开幕。哦，咁咧，哇！你成日去五星级噶？唔系，我自己要去食下嘢啊嘛，系嘛？系啊，周围去先得噶，系咪先？啱嘅。嗱，呢间酒店咧就喺呢个沙田石门。哦，石门系啦。啊、石门咪喺嗰个马鞍山嗰度啊嘛，佢都冇错啦，未到、啊、但你可以，我觉得嗰度似系力源咯，力源吓、啊，力源咪咩咯？力源咪大围过啲啦，系嘛？再入啲，再入啲啦，再入啲，即系向山嗰边入啲吓。嗱，咁啊，我一班旧同学咧就约埋食饭。咁、你知啊，即系头先我喺 lift 嗰度讲话中学同学嘅，就是、一班中学同学，咁啊同旧同学食饭最好噶，大家你至多都大我一年半载嘅啫，咁你年龄上面系差唔多噶嘛？咁你旧同学，人哋旧同学叫你个有冇你个花名咧？有嘅，高佬权啊，唔系，唔好讲，阿傻权啊，都差唔多。你真系，我哋所有同学都有个花名噶，系啊，一定有噶。啊，系啊，嗱、我个同学啊，边个大议员，我哋叫做马仔啫嘛。嗱、我唔做得你吓、攀龙附凤啊，大议员啊，旧同学聚会就讲明嗱，唔好讲时势啊，如果就抹晒面啦吓。咁啊系，大佬有阵时啲嘢，咁你同学因为有啲咧系收成期啊嘛。你讲得啱啊！我哋有几多好似我咁样样啊？佢意思话你唔好搞我当摊啦、啊，大佬。系啊，系嘛？好多系嗰啲阿陈建波啊，大佬。佢直情系上岸，我收咁咪啦，大佬。你而家你搞乱我当摊，有冇搞错啊？佢啊吓先呢啲唔系嗱呢啲亦都好嘅，咁、就好啦。即系大家唔好话为咗。少少政见唔同，反台冇意思啊！你几难得先做同学啊？呢世人得几十年命，系咪先啊？嗰几年最开心嗰几年，其实最开心就系做学生，就系咯咁你即知有冇大发议论啊？论、当场喺度议政啊？冇系嘛？我个人好低调嘅，你都知啦，吓、即系个个都以为自己系时事评论员，你系啊，真系系咪先？你试下咧，去酒楼咧，随便饮个早茶咧，个个都系黄宗文啦，嗰啲阿伯仲犀利嘅，好似我哋啲阿伯，仲多嘢讲啊，大佬。好啦。我唔讲个嗰个，我收尾咧先至即系知边个做厨师。嗯，我觉得几特别喎。嗱，我去中菜厅食，咩旧同学咧好少唔肯食自助餐，我话自助餐可能抵食啲，黐线嘅，跟围埋一张台食饭好啦。啊，啱噶，你系抵闹嘅。即系大佬，你唔系叫同学食自助餐系嘛？大佬，你会就你成你个心态咪即系话，哎呀，诶唔抵啊，要食翻旧本啊！老老老，我就自己系唔中意食自助餐嘅。咁咪咯。但系有一样嘢，叫我点菜喎？啱啊！我唔识噶喎，不如食自助餐最好啦。你唔识点菜，大佬你系食评家，大佬唔识点菜，你唔好做个位啊！我几时话做嗰个位啊？你柴啊！个个以为我食识食啫嘛，我其实鬼识食咩？系咪？你睇我哋阿边个系阿维宁大哥，以前食亲饭咧，佢点菜噶，冇人敢抢噶，冇人抢个位噶。我前日见到阿维宁，系啊，即系后生嗰时啊，佢真系点菜系一种好光荣嘅任务嚟嘅，知唔知啊？系你真系人哋俾面你啊！系，知唔知啊？知道，唔敢讲，唔敢讲吓。即系你地位啊，有地位先俾点菜咋？咁我就话唔好点啊，你叫佢写啊，大概我哋俾个即系俾个 budget 佢，咁系咁意啦。我话咦，但系呢间嘢咧，我觉得咧有啲景古怪。话中菜厅，我睇个格局咧，亦系做一啲新派嘅中菜，唔系而家系咁啊！而家点解咧？你听我讲先，而家新一派嘅中厨咧，
其实佢好向往西餐嗰种摆法，新一辈嗰啲宗旨啊！你真系真系好嘢，系啊！因为佢第一碟上嚟嘅时候咧，我觉得食西餐啊，定系食日本餐啊？唔系，呢个系一个大潮流。嗯，但系问系唔系因为唔系因为咧个经理就话呢、這个五星级酒店啊，咁、我系咪真系装模作样啊？唔好咁啦，唔好咁讲。嗱，佢唔系装模作样啊，就要睇嗰碟餸嘅配搭啦。系，即系摆出嚟，即系唔好话南辕北辙啊。嗯，唔好话即系我哋英文叫 match 唔到啊。系系，系嘛？点样 match 唔到咧？明啊？系嘛？你明明系蒸鱼啊，你加嚿烧鸭落去咪 match 唔到咯？嗯，即系你要有，但呢样嘢咧好容易搞。走火入魔，嗯，就要睇你个厨师嘅修为啦，系系系，同埋咧跟边个师傅出身啦，即系跟你咧，咁又唔同，系咪牙刷刷咁？唔系牙刷刷真噶，系系系，因为呢啲系点讲咧？叫差之毫微，都系谬之千里。好啦，嗱，俾第一张相你睇下啦，阿 Jenny， 麻烦你，唔系第一张系一个大盘，大盘先，大盘啊。呢、这个唔系，呢、这个系叫小我哋叫做英文啊，叫做小食啦，即系前菜啦。嗱，佢叫做咧三小碟，三小碟啦。我就话四件，咩叫三小碟？俾多件你哋啊吓，咁咪咯呢啲啦，又乳猪啊。因为咧，我小个系西瓜，我真系有菜单喺度，我开台点三小碟嘅啫嘛，你整够四件嚟。嗰、那个系西瓜嚟嘅啊！你真系好嘢！呢啲我廿年前做啦，真系嗱，有西瓜，有乳猪，有呢个素鹅，素鹅嗰件咧豆腐。哎呀，叻仔啊！呢啲我已经唔用噶啦，但系咁嗱，我真系见识少啦。头先近距离俾件西瓜你睇下先啦 ，Jenny 麻烦你。这个西瓜有些特别、我一咬完之后呢、咦一声、上面的汁是什么呢、你吃不吃不是我再问你又调回转品终结的问题你吃完之后有没有吃云吞面、我一中极中的问题终结才告诉你知你是不是不像中菜但系话明系中菜厅，系啊，打电话嗰时系中菜厅嘅，吓，佢自己扬言系中菜厅，呢啲咪洋人做嘅玩意咯。嗱，但系佢材料绝不弱。嗱，头先你睇到咧豆腐，你睇到豆腐啦，佢用佢磨咗啲黑豆，黑豆吓，咁、那个素鹅唔使讲啦。咁另外就系、乳猪咁样啦。好啦，呢、這个西瓜，正要喺上面啲汁嘢嗰度。系咁咧，我话呢汁嘢系咩嚟嘅咧？我食落去咧，我话点解会有啲咁嘅味嘅？我就跟住咧，我就话，嗰、那个 waiter 咧，就话你估唔估得？我话唔先估住先。我就话台湾人食西瓜咧。就中意咧，渗啲话梅盐喺度，咁咧就引出嗰个甜味嚟。咁佢话你话呢啲话梅盐，我唔系，点似话梅盐啊？咁有我有啲同学就话话梅衰，都唔似啊，话梅要深色啲啊。我话你哋未食，你食咗咧一定唔会话系话梅啊。咁食落去，哇整鬼你，我觉得似咸鱼喎。系嘛？我话好似咧菜篮嗰啲咸鱼蓉咁样样、啊，嗰啲同学即刻食咯。吓唔系啩？咸鱼摆落西瓜嗰度啊？嗱，跟住咧嗱，你问一问我话佢你嘅事，问一问系唔系类似咸鱼咁嘅嘢？嗯，摆翻出嚟啊！呢位先生真系犀利，嗯，系马油啊啊，马油咸鱼。得唔得啊？嗱，我觉得佢好得，点解咧？佢唔系引出个甜味咁简单，
佢带少少咧咸香咧，令到咧呢个西瓜嗰个清甜味咧复杂咗。嗯，吓、啊、嗱，你所以佢有啲巧嘅，佢系嗱西瓜咁嘅、嗯，有啲食西瓜跟盐噶嘛。系啊啊，咁咧嗱，佢而家唔纯粹跟盐，系一跟盐咧太过简单啦吓、啊，于是乎咧佢就诶、欸，我就不如。是整呢个有少少咸香喺度，系咪啊？吓啊！冇一定啊！嗰间咩酒店啊？帝日啊！哦，帝日酒店哦，都系皇帝个帝，都系收机嗰啲啊！系啊！啊，你又知啲嘢？点解你一听帝日你就帝字头系咁？咦？咁霸道咁样？系啊，唔系霸道，即系帝苑啊、帝京啊，都系佢噶咯喎！系啊，系啊，哦，全部佢。哇，好多间嘅、啊，四五间啦、啊，系系，系咪其实最传统老牌嘅系呢个帝京，唔系帝苑，帝尖东嗰间系咪？系系最早嗰间，同埋做得最成功系嗰间 ，Sabatini 都喺个头喎，系，因为呢个系郭炳湘，郭炳湘就佢系好注重呢样嘢。佢好注重飲食，咁佢講，佢直情唔係噶，稻谷都係佢引翻嚟，全部佢引翻嚟，嗯，好、啊、多東來順都係，全部都係，啊，全部佢引翻嚟。佢有一樣嘢就話，因為佢係嗰陣時佢話事，佢去到邊度食個餅靚啊，叫個餅師飛嚟，我請你咁啊，即刻學，即刻學，哇！如果嗰个饼师唔嚟，就派个大师去学，因为个大师识我噶嘛。系啊，佢同我讲好大压力噶，一嚟到系啊，仲要、哦、我听闻、哦啊，你学咗要做一次俾佢食。系啊，系啊，系啊，睇下近唔近磅喎、哦。系啊，即刻唔系即刻，脚拳出嚟，即刻死啊你！啲人好怕佢啊，佢真系亲力亲为咧，佢系好得闲咧，就佢巡下嗰啲食肆嘅、哦，系咁有铺咁嘅人佢系唔系点解个帝苑个间酒店唔系好大，咁多间餐厅你明啊？同埋系好多食家都觉得咧，佢旗下嘅呢几间稻谷啊、沙巴天尼啊、东来顺啊，沙巴先系重金请佢过嚟噶，因为意大利真系有呢间餐厅噶连锁噶嘛。啊！東來順又為佢做，因為點解咧？佢好簡單，一個人佢有去到咁啊，又咁有錢，我想做嗰樣嘢，我一定做得成功。唔好同我講錢，但係唔係啊？人哋當佢做落去嘅時候就講錢噶啦。咁係，但係當初佢自己有中財，又叫呢個東來順嚟做係咪啊？係係。帝苑軒咪自己嘅咯。係。帝苑軒好犀利啊！唔係。即系咧，最紧要一样嘢就话你系咪想做好嗰样嘢，嗯，系嘛？但有啲就，譬如有啲地产集团佢唔，哎，你唔好搞我，我最紧要赚钱，系咪先？对啊，啱啊，系啊，吓阿成哥嗰啲从来唔做食噶，佢焗住做，系，因为有啲天山角咯，啊，焗住都唔做啦，系收尾唔做，做俾人咧，人哋出咁重金租，你明啊？对对对，佢梗系俾收租金好过自己做啊，大佬揼石仔咁，仲要有风险，系啊，唔同啊，每一个人谂嘅嘢唔同啊。我就系头先听你讲天山角，你都识讲得出嘅。阿德哥咪天山角做咯，系咯，我点讲唔出啊？我负责筹建噶，哇，系。对住灯讲啊，大佬啲冇得作大噶，系嘛？佢开幕我有份去食下嘅。天山角仲有隔篱仲有间西餐嘅，诶，我嗰间冇去过啦。两间喺三楼系啦，蛋哥真系闷啊！嗱，你觉得咁样有冇噱头咧？唔系有冇噱头，最紧要一样嘢就话，喂，你做呢样嘢，嗯，系有呢个市场咪得咯，系咪啊？对，你做呢样有呢个市场。啊、分分钟系我老友个徒弟嚟添噶，一阵间我查到个名啦，一阵间话俾你知。好，下一张相啊，唔该啊 ，Janet， 吓就系嗰个豆腐嚟啊嘛，呢个系啊，啊几好食喎，咁样一包住嚟到吓，系啊，吓佢呢个系应该系用嗰啲叫做竹炭啊，系啊做嘅。脆啊！喺边度揾啲竹炭翻嚟？有竹炭粉嘛？哎呀，哎呀，真系蠢啊！诶，食炭咁样吓，健康啊嘛，人哋有远红外线啊！好嚟，再下一张相。嗯，嗱，
呢一个啦。呢、這个头先都未出晒，乳猪都未出。诶，嗰啲冇特别啊嘛，冇特别、啊，我唔整啦。腐皮点都未出。呢一个咧，呢个犀利啦。啊，海王翅啊吓，咁啊例牌嘢啦。海王粗啲啲翅好似一平咁，唔通你喂大佬啊？唔通你呢个勾翅咩？咁咁你够同我食饭啫嘛？夜深嘅时候海虎啊，系嘛？你啲老友成日成日听我节目噶，听我哋节目咧都话你成日窒我啊，窒到我趴喺度啊！我唔窒你，边个窒你啊？搵到奥地利人嚟窒你啊？你虾到人死系咪先？我好虾到，我再强调嗰日啊，唔知边个打开嗰个咩马拉松嗰个网俾我睇啊？嗰啲 comment 啊，佢话我窒得你好啊！我冇我唔睇噶啦，讲真的，阿琼哥，但系咁人哋开俾我睇，哎呀，你睇人个个都话你窒一拳窒得好啊，咁样，咁我增加我信心啊！其实我个人系冇乜点嘅，班哥，又谦虚。我冇话，我又冇话你唔谦虚，我又冇话你系衰格。但系问题我作风啫嘛，正人啱啊嘛，系咪啊？因为我的作风就系咁啊嘛，啱啊，系咪？即系我系有一家之言噶，系八字弊啊你。即系咧，猛鸭头啊，鸭到头都甩啦。因为佢剪咗新发型噶嘛，又新发型，又染过，唔系，你海嗱阿权，我话俾你，用海王翅咧已经系比较叫做低档啲噶啦，系啱啊，系加高汤啊，大佬系嘛？哦，点解咧？你听我讲先，嗯，你即系海鲜更加啲翅落去，系同你高汤加翅落去，高汤系贵好多，两回事嚟噶，系咪啊？你有冇话海王高汤翅啊？冇啊，大佬，咪你海王咗就冇得高汤啦，唔系海虎高汤翅，哦，冇噶，系啊，咁海王海虎翅有冇啊 ？sorry， 冇啊，大佬你咪嘥咗个海虎咯，系咯，就咁简单，系咪啊？咁大佬，我哋旧同学聚会，冇理由你估食狗大贵，你旧同学个都弹起啦，名人啦，系你，咪就系我一个。咁啊，真系名人啊！咁咪咯，好多都系啊，真系啊，当中吓，你同学全部应该系精英啊，即系收成期嗰啲大佬，系一个香港最大公用事业机构嘅掌舵人，其中一个吓。另一个咧就系好知名嘅最大制衣公司嘅第二代，咁咪咯，系啊，但系我唔系咯，唔系啊，你系。你是一介韩语嘛？系你用个韩都好噶，有青鱼啊嘛，青鱼好紧要，食唔到噶，食唔到饭噶，班哥。系咯啊，咁你有好多教授都唔系有钱佬噶，系人哋一生都系做学问，人几尊重佢啊？但冇人尊重我啊！呀，啲无理。你慢慢八年之后，八年归老啦，你都讲识得讲啦。八年之后系八年归老之时啊嘛。咁人，嗱你听我讲，你咁样安慰自己，系因为咧，你几多有钱，几多又有几多钱之后，或者咩付俾边个好咩地，你即系一挂咗之后冇人识你，但系。你挂咗之后，你去公共图书馆都揾到书系梁家权写。哦，作家系梁家权。我查一查先。啊，梁家权原来真系嘅，嗰时叫平民食家新闻界嘅前叫做咩？新闻界嘅精英咁样有个名啊。我以为你话泰山北斗添。太金不等于轮到你啊，好啦，嗱呢个咧俾阿班哥弹到咧，梗系啦，我哋就食餐饭啫。大佬，你食呢个海虎翅唔系啩？即系咁讲啊，你明唔明啊？唔系，其实咧，即系用食嘅角度嚟睇啊，系啊，并唔系话你食唔起，我点咁讲话你食唔起咧？我真系食唔起，食得起。我哋掹你车啲啫，而家我个仔都话要跟班哥去食饭，咪就系你攞包海虎，我攞。送包海虎俾你，你加料
帮我加条鸡，然后加啲海王羹啦。哎，好啦，嚟下一张相啦，哎。嗰啲萝卜嚟啫喎，系啊，张萝卜就张萝卜啦。诶，我整个班数萝卜咁啊，用呢个概念嚟到谂咯。啊，嗱，呢两个犀利啦。啊，呢两嚿咧系用咗少少蒜蓉辣椒嘅酱，啊，然后炸咗呢两件嘢。嗱，我唔会要你估啊，冇办法估得到啊，因为包住咗。啊，皇帝蟹脚。是吐了出来的，哦，吞了出来，吞了出来的，哦，就是沾个粉浆炸一炸，它又不像天妇罗，不是不像天妇罗，啊，是中式，中式啊嘛，中式，大佬这条中式，啊，天妇罗，什么做不出就现在中式，是是是，挺得意的，啊，那有些人就说，哇，得，它面的是什么？XO酱啊？不是。是蒜蓉辣椒，蒜蓉辣椒，啊，我觉得有少少似咧，系咩咧？似士拉差酱哦，吓，啊，吓，啊，佢格局系咁样，但士拉差酱系应该咩嘅喎？黄身啲嘅喎。我即是说他其实自己调配的，我估是自己调配，因为没来买酱。就位上全部。这个就位上。啲，哦，人就说都不少蟹脚。我大佬一只蟹脚就够了，大家试下味的啫，嗯啊。你两三只，每人两三只蟹脚那就很贵咯。很孤寒的。不是孤寒。做啲差系咁噶啦，所以我问你食完之后使唔使出食云吞面咁解？嗱，其实我先讲个结论，唔系咯，系唔使嘅，唔使，好多嘢食啊，因为咧，即系你要点菜，你要配搭得好啲咧，就会饱噶啦，好嚟，我觉得我食完嘅呢个蟹柳脚咧，食啲酱萝卜几好噶喎。即是酸酸地咁，系啊，即系炖翻埋个口味。好啦，嚟阿法西斯，系而家变咗法西斯帮我哋手，呢个犀利啊！呢个大虾嚟哇！哦，嗱，你先睇嗰个场面，嗯，有啲咁样，有啲咁样，侧边有支嘢嘅，哦，俾你接落去噶，啊，呢支嘢咧犀利啦，搞到咧。玫瑰金咁样样啊！不过话呢支嘢做咩啊？呢支嘢系食完之后咧，刷牙定系咩咧？唔系牙膏仔咁样啊？呢支嘢系酱嚟嘅，系嘛？各位啊，呢支嘢最贵，系啊，从来系啊，唔系唔系啊，呢支嘢系龙虾头油，龙虾头油。下面嗰龙虾汤嚟噶嘛？冇错，哎呀，你真系犀利，一睇就知啊！真系嗱，我就话，咦，龙虾头油，我话呢件我哋冇点龙虾，嗯，因为龙虾贵啊嘛，呢只虾都唔平啊！你有见地啦，系啊，呢嗱，大家咧睇头先一班哥话食唔饱，唔系，嗯，因为呢只。是大老虎虾，大老虎虾，一斤四只到嘅啫，系啊，吓一斤四只到啊，大老虎全只，呢只虾系要讲究噶，嗯，点样讲究咧？佢要撕晒嗰啲虾嗰啲皮出嚟嘅，冇错，佢话撕红色嗰啲啊，红色嗰啲，吓点样？我翻要试下先啦，哇，咁白嘅你系咪啤水？唔系，系啊，系啊，佢系撕咗佢啊，吓。我哋嗰阵时十几年前去桃花源食，咪食呢只虾咯，百几蚊嘅，成百六蚊嘅，点解只虾？你有见地，全个菜最贵过个刺嘅喎，呢个系啊，呢橛贵过个刺嘅喎，你唔所以唔好弹我个刺，啊，啲系玻璃虾嘛，啊，老虎虾，嗱，即系佢用老虎用虎虾做，嗯，但系班哥精明到咧，一睇到龙虾汤啊。除了龙虾汤，仲有警棍。嗯，个警棍喺边度咧？其实龙虾汤浸住一样嘢。啊，浸咩咧？系浸住咧一个嘅蒸蛋。哦，
下面有蛋的，下面有很薄一层蒸蛋，然后呢就晾起了那个虎虾，是一只来原只，然后呢再淋这个龙虾汤上去，跟住加强那个味道，就呢龙虾油，龙虾头油，他说龙虾头油，龙虾头龙虾壳呢橙，什么叫橙呢？橙即是呢等于中碎了它的头啊，慢慢即熬啊，哇啊熬出来咯，中碎然后隔了它，然后下一张相，去埋下一张相先啊，系嗱就系呢一支嘢啦。佢点样挤入呢支嘢里边咧？乜嘢啊？呢支嘢点样将啲油挤熬咗出嚟之后？唔知佢呢啲可能佢嗱，佢底嗰度可能系接翻上去咯。嗯，即系挤咗落去啊！一人一支嘅喎，系啊系啊。我想话咧。切一半留下一半回家呢整这个出邪一丁的。跟着同学说你不要不衰啦，不切啦。你说我天生是这样。真的啊，不过呢我原本就说不如这样，你们个个不要切晒，一个人两个人用一支，那留下给我。即是两个人用一支。这些等等你说埋先。我就话即最贵系啲精华啊嘛，我又觉得如果完全挤晒落去咧，又多得滞，吓留起咁留多啲啲又唔够用一个出邪丁，咁啊最好咧，你哋两个同学就用一支，咁啊腾翻一支出嚟，结果冇人肯，几鬼衰。咁你点讲咧，大佬？即是你不要數人來慶啊，等人來盡慶啊，你都想這些，我覺得有時候想這些匪夷所思，想不想這樣做呢？那就喂，這支龍蝦頭有幾錢，幫我拿一打來嘛。哇哇，好貴啊，可能很貴啊，你純粹就這樣要一個龍蝦頭油，就真的可能很貴啊，大佬，啊，但是呢，我又覺得有心思啊。啊，這些很有心思啊，令到你那個口味呢，是好重啊！吓，仲有讲完未讲完啊？讲完啦，咁多餐系唔？唔，仲有，仲有，点？仲有，你咁拆得唔掂啊？几粒？好，嚟下一张相。啊，鲍鱼，呢只系嗰啲咩鲍嚟啫？啊？冇你嗰啲咁犀利，三十头系嘛？系啊，但系都系日本吉品喎。看落去唔似喎，日本吉品喎，三十头个芡太结啊！嗱，我中意系基哥啲芡，系啊，吓，同埋个芡嘅色啊，嗯，佢啲芡分明系落咗打咗芡落去啊，打咗粉落去，吓，但系唔系净系鲍鱼，哦，下边又有嘢啊？冇错，啊，下边有嘢啊。中国人不会咁食嘅，下面有嘅嘢，你真系眼镜都跌埋，系咪啊？吓，鹅肝，鹅肝，吓，哦，搵到鹅肝晾住，我就大家一佢一上嚟，我就咪住，嗯，啲人就做咩？你又想分一半走啊？啊，唔系，你要将个鲍鱼移开佢。嗯，因为呢我说你这样一切呢下面就烂晒了，因为受力嘛，我说是分开两样吃的，我反而觉得呢将鹅肝呢切一忽呢和一忽的鲍鱼一起吃呢挺好吃的，这个是三十头日本吉品来的，我时间不记得呢那些是不是叫椰菜啊，绿色嗰啲啊，都系系新品种嘅椰菜啊，系嘛？澳洲好兴啊，八支币系吓，但系而家澳洲会唔会十年后先种得翻椰菜？真系咁样消化唔知。系啊，烧咁耐，仲有咧，真系四廿几度啊！澳洲嗰啲好奇怪，嗯，因为呢个地方太空旷，同埋冇乜雨水，到咁上下就会自动火烛噶啦，嗰啲森林啊，因为热啊，系啦，嗱。
但係梗係冇啦。點解啊？唔係100度係燃點咩？唔係，因為佢熱到咧係好犀利，嗰啲嘢會自燃啊。佢個熱唔係100度，係話佢熱佢會儲存噶，即係散唔到啊。咁咪佢有少少嘢樹葉著咗火，佢都死啦。即係等於你流落荒島，係冇嘢食，唔使怕。我受过训练嘅，唔系你咪钻木取火啊嘛，钻嗰份木，你钻得嚟，我不如生死，即系咁讲，咁你咪会起烟一系有少少就嚟噶啦，系呢样真啊！你烧元宝蜡烛香嘅时候咧，烧呢个冥强咧，你就会有呢啲咁嘅现象，系啦，有啲系闷烧嘅，吓闷咧闷下咧，佢啲烟火咧就嚓一声，成扎元宝蜡烛香就烧着噶啦，所以咧，喺澳洲买屋千祈唔好买。近住树林嗰啲，哇，差唔多砰一声就咩，但又唔可以太近海边、啊，大浪、啊，但系100%一定唔好近树林。呢个系最大忌啊！包括喺加州都系、所有地方都系，因为嗰啲森林你唔系话人哋放火啊，系自燃噶，自己燃烧自己啊。真嚟噶，系啊，或者有阵时唔觉意雷劈啊，大家搞掂，系劈一劈就搞掂，又烧着系嘛，有可能噶，因为嗰啲电有电光嗰啲电嗰啲电咧，一扯落去嗰啲树就着，因为啲树本身好干噶。你觉得啊，唔系100度嘅，系啊，佢啲自然就会嘣一声闷着，佢就烧着噶啦，咁嘅配搭，阿丹哥讲啱，个汁如果做得好啲咧就好啦，喂，算系咁啦。同埋你俾咩价钱啊？仲要算系咁，你真系好啦。嚟下一张相啦，唔该。呢个咧系豆杯系啦，用呢、這个鲜番茄，仲有一样嘢喎。鲜番茄汁，大家咧食呢啲咧就梗系好多汤水啊咁样浸住，佢唔系，佢唔系，系少汤水，但系咧佢加咗样嘢，大家加咗样嘢咧，睇下睇唔睇出啦，冚住嗰度，个堆嘢里边咧系有啲比豆杯更贵嘅嘢，系咪啊？系啊，好多人咧食呢个嘢咧，一般系以糖水嚟食嘅，唔会菜嚟噶嘛，啲菜嚟，佢嗰个汁都好似系番茄汁啊！番茄汤系啦，番茄汤啊！嗱，矜贵喺边度咧？矜贵喺中间嗰层咧。桃胶啊，桃胶唔值钱噶，好多噶，好平嘅桃胶，唔系啩？桃胶咧就平价燕窝。咦，咁我使乜食燕窝咧？系咪先？桃胶都有一种土香喺度噶嘛？你唔好，你哋根本嘅桃胶滥用晒啦，系一种植物嘅，即系唔系？系土树介选佢咧，佢就摘一啲嘢出嚟嘅啫。平嘅嚟噶，平嘅系但系你话桃胶通常系做糖水系真嘅，系我自己发现咧，桃胶咧做。姜茶咧，即系用姜同埋红糖咧，系整下都几好食嘅，要少少辣啊，然后佢又滑滑地啊，上环有好多桃胶卖，好平噶嘛，真系噶，系通常我都唔食，你食咩燕窝多？咁系啊，系唔系就唔系？咁我食桃胶算啦。唔系，我觉得有一嗱平嘅，但系佢咧搞到好似好高贵咁。系系啊，唔系呢个咪呢啲巧妙喺呢度，有啲心思，有啲心思，我都觉得真系算系咁啦吓。因为而家后生呢辈厨师谂嘅嘢就系同老一辈唔同。呢个事实嘅。系啊，好啦，嚟最后一个。饭啊，系啊，炒饭啊，炒饭啊，嗱呢个炒饭咧，呢个炒饭咧，景滚啦，呢个炒饭咧，我话红色嘅，红醋米啊，唔系啊，唔系染色嚟嘅呢个，你有见地啊，系啊，真系
佢话系浸出嚟嘅。系啊系啊。我话咁浸出嚟，唔系用红菜头汁啊？系、嗯、啊、嗯，就系、是、用红菜头汁浸出嚟噶。系啊。吓、啊，咁我话使唔使浸一日？唔得，啲米浸一日唔得嘅。吓、嗯啊，浸四五个字到啦，咁啊得噶咯。其实我话俾你听，未必系佢系煮完就系啦，再浸先至浸嘅。系啊，煮完炒嗰阵时就落汁咧，就慢慢即系叫喂翻入去，喂翻入去啫。系系。嗱咁咧，佢跟住咧话明炒饭啦，佢、就用虾米，仲、有。仲有一种豆绿色嗰啲唔知咩豆角仔咁样样嘅嘢，最好嘢就系咧，将菜脯都切到好细粒，混埋落去，咁咧所以有少少咸香当中咧有嘢，即系食得嚟好开心啊！吓、食得嚟咧亦都系开胃，那个感觉系好开胃。咁佢就话呢个炒饭。个配搭点解咁日式嘅咧？我觉得成餐嘢都好似日式咁。佢个摆盘都似日式啦，系嘛？嗱，个摆盘系有解构嘅。Janet， 麻烦你下一张相。呢、一个解构紧要啊。各位，呢一块叶系咩叶咧？咁话唔系叫我食埋呢块叶啊嘛？话我唔知道食唔食得，但系咧可以咧，你整碎佢 mix 埋攞啲饭嗰度一齐都得嘅，系咪？因为呢块叶系有来头喎，系咪？系啊，呢块唔系一块普通嘅叶嚟嘅，呢一块各位你哋见过未咧？呢一块似唔似？好似啊！佢以为系咩啊？佢话以为系芒果啊！以为是什么叫鱼啊？什么叫鱼啊？他以为是有一种菇是这样类似这样的。那郑德就说以为是菇不是了、这个叶、这块不是普通的树叶，这块是老银杏的树的银杏叶。即系白果，白果系吓、即系白果。哇！我话白果，我真系佢一讲到系银杏叶咧，我已经即刻想搓碎佢咧，就 mix 落去啦，系咪先吓？唔系啊，每年秋天好多银杏叶都落噶，系系啊。咁嗱、各位食到呢一度咧，嗱有埋炒饭喎，系吓、即系我哋点系家乡炒饭，佢将呢个家乡炒饭咧系家乡，我有菜脯喺度噶，又即系又唔西式得晒。好啦，跟住嗱呢个炒饭已经系单尾噶啦，甜品上、好嚟，甜品系咁嘅，甜品咧嗱嗰边嗰啲系水果啦，系吓。前面那个是死了，唔记得咗系 sherbet 嚟啊 ，sherbet 冇错系啦 ，sherbet 咁啊，嗰度个四边方方一粒嘢，好似系嗰啲类似蛋糕仔咁嗰类嘢啦。跟住呢个咧，豆腐花，豆腐花吓，佢呢个系叫做文思豆腐，系啦嗱，有发就有一个近镜俾大家睇下嘅，睇下下一张相，系咯吓。啊、有啲心思喎、啲系佢就文思豆腐做就甜上咯，即系嗱文思豆腐咧嗰、那个刀工咧系，哇你嗱第一你梗系切唔到落底啊，嗱其实切唔到落底咧有个方法嘅，佢有个嘢顶住咧，佢把刀系落唔到，唔需要落到咁尽咯，但系佢点样佢嘅梳格当中咧，你要切到佢吓。我甚至乎想，因为我见过啲师傅咧现场切嗰次俾睇，咁咧改正咗我嘅谬误，我以为咧佢切到硬晒先至切，唔系噶，佢就软泥泥系咁切，系系，哇！但系佢系用普通菜刀切嘅啫，薄啲嘅菜刀，系啦，哇！真系犀利啊！啊！但系呢一个咧，我觉得嗱系卖弄一个刀匠，但系咁。
佢咁样做法咧，系配合呢个豆腐嘅，我觉得配合得好好，我冇谂过系咁配合。各位就咁睇咧，你唔知道呢碗豆腐花咧，就梗系第一嘢咧就俾你睇到哦，咁样啊。我知道是用切出嚟一个吓豆、啊、类似花咁样，好似绣球唔系呢个咩绣球绣球吓绣球咁样。当我滗起嚟食咧，我觉得呢一种嘅做法咧系好配合嘅，因为个关键咧，佢呢个系姜糖哦。个姜糖咧，我从未试过咧。我食豆腐花，我都中意有阵时落啲姜汁啊、姜糖啊，个渗透力咁强啊。嗯，而家咧嗰个姜糖嗰个水咧，系渗透晒入去咧喺个豆腐花嘅每一条之间啊。系系，你食起上嚟咧系过瘾好多噶、哦。嗯，哇，我觉得哇好嘢嗱，但系有个问题啦，好嘥时间精神去整一个咁嘅嘢噶。诶、哎，你咁样呢啲咧，就工多艺术嘅啫，系工多艺术，唔系话好耐嘅切呢啲，系啩？系真系，我睇过人哋切啦，系嘛？我后生可能切到啦，而家唔得啫，你得嘅，你得嘅，但系咧，我估到第时，譬如话我食豆腐花咧、嗯，咦，我不如用一个方法啦，我自己嗱，我假设我买百福豆腐，买咁有个盒噶嘛，唔好倒出嚟住。吓、啊、就喺上边咧，戒吓、啊，因为围住佢啊嘛，可以戒咁，然后咧再淋呢个姜汁落去，你永远做唔到文思豆腐嘅效果，你咁样戒就一定要都慢慢切。但系咧，我试过，结果一败涂地，系唔得嘅。你点样一败涂地咧？我头先讲嘅工序咧，我冇试过，我唔可以话俾你知，倒唔出嚟。因为有个盒夹硬倒出嚟散晒啦，完全散晒，系要成砖拎出嚟切吓。所以各位，我系经历过，将我错误经验话俾你听。成砖拎豆腐拎出嚟，系啦。咁就我哋讲咁多嘢咧，阿 Jenny 可能翻屋企想试噶啦。好啦，将个时间交俾你翻屋企啦。